每個爹哋媽咪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在一間好有關愛的學校裏面生活，這樣小朋友就是一個好的根基，慢慢成長的話必定有一個好的成果。那麼很開心可以來到鄧兆堅小學，因為這裡每一個都很有愛啊，即刻去感受一下這些愛啦。我哋嘅 STEAM 課程咧，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將 STEAM 嘅多個唔同嘅範疇咧都涵蓋。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唔同嘅機械嘅原理啊，亦都重視呢一個咧就係發明啊、創意啊等等唔同嘅方面。咁所以我哋學校咧喺好多唔同嘅 STEAM 嘅大賽裏邊咧都攞到好好嘅成績。咁我哋呢一個課程咧，就係結合咧，就係俾小朋友有多元化發展，亦都重視小朋友咧，佢有自己嘅思維，兼且咧就係我哋會帶領唔同嘅小朋友去參與唔同嘅活動比賽，等佢哋咧可以學以致用，又得到發揮。STEAMnet 咧就係一個同學仔咧上呢一個科學嘅校本嘅 STEAM 嘅綜合課嘅地方啦。咁亦都咧喺小息嘅時候咧，同學仔咧都可以過嚟咧 STEAMnet 咧去做一啲嘅比賽嘅培訓嘅噃。咁其次咧，亦都咧同學仔咧都可以咧喺呢度咧參加好多唔同嘅 STEAM 培訓班，譬如 3D Print 嘅培訓班同埋一個模型機嘅培訓班。咁就呢個地方咧，咁就係一個俾同學咧實踐佢哋 STEAM 嘅一個地方嚟嘅。其實我哋最想係將電競同埋打機區分開，教識佢哋咧唔好將自己啲情緒去融入咗一個比賽入邊。咁啊，另外咧就係喺透過電子競技咧，可以俾到佢哋有團隊合作嘅時候啦。咁啊，喺互相合作當中學習點樣去解決難題。咁另外學校咧都會每年舉辦講故事比賽啦，讓到小朋友咧可以有多啲嘅演說嘅機會喺個舞台度咧，同同學仔啊同埋老師咧一齊分享佢嘅故事，令到佢哋可以練下口才啊，練下膽量，就唔需要話一定一個大舞台嘅，喺個小舞台度咧都可以分享閱讀，分享佢哋嘅故事。Hello，Hello， 院士你好啊！我想问咧，平时咧你会喺度做啲乜嘢噶 ？Hello， 我会嚟图书馆当值啦，咁就有唔同嘅岗位，例如入口、出口、电脑位同埋吸引位。咁入口位咧就系负责派书册俾啲同学，电脑位就系负责借书俾佢哋，吸引位就系负责吸引嗰啲还书日期，出口位就系检查啲还书日期有冇吸错。哇！你真係好多嘢做喎，我仲知道平時你仲去埋啲低年班課室嘅喎，係咪？咁做啲乜嘢㗎？係啊，我會去嗰度派啲雜誌俾佢哋。哇！你好乖好叻啊，多謝曬你啊！唔使客氣。哇！好犀利啊，日理！我想問咧，你係咪咧識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同埋運動㗎？係啊，可唔可以同我講解一下咧？有武術啦、鋼琴啦、打波啦、奧數班啦、英文班啦、畫畫班啦，仲埋英文班，我講咗咯。我知道咧，你中意咧一啲唔同嘅音樂喎，有啲乜嘢啊？有彈琴同埋打鼓。哇，咁樣數下數下，成七樣八樣噶咯喎，咁你啲時間點樣分配啊？得唔得噶？得嘅。得嘅，影唔影響學業？唔影響。啊，咁就非常之好啦，耶！首先我想講咧，我哋學校咧其實除咗重視學業嘅成績，亦都好重視咧學生多元嘅發展。
包括咧就係佢哋喺唔同嘅音樂啊、體藝啊或者科技嗰方面咧都有好嘅成績。仲有非常之重要，千祈唔好唔記得嘅咧，就係學生嗰個品格嘅發展啦。我哋咧係會每年咧都會係安排咧一個重點嘅主題，喺過去嘅第四屆、第五屆同埋啱啱進行咗嘅第六屆教育局主辦嘅品德傑出教學獎咧，我哋都係攞到獎嘅。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就見證到咧學校喺呢個品德培育嗰方面咧係好重視同埋係有成果嘅。Hello， 燕林你好啊！我想問咧，平時你喺度咧係做啲咩嘅？平時我就會幫手叫啲小朋友入嚟，同埋看管秩序，同埋主要都係照顧小老豆咯。哦，係啊，你會照顧佢啊？睇下你點照顧先。呢一間房叫做滿心間，我哋通常就會喺度練習靜觀嘅。咁而同學仔因為呢度有鏡啦，咁所以都可以喺度練習跳舞，仲有陣時咧會同老師喺度傾下心事嘅。踏入鄧兆堅小學嗰陣時咧，個感覺咧就成個學校嘅環境就好舒服啦，跟住小朋友亦都好中意嘅。咁佢一行入校園嗰陣時，第一時間就已經係入咗嗰個 STEM lab， 跟住嗰陣時資訊日。是做緊 Google Master 啦，跟住又有無人機啦，又有駕駛飛機嘅所有演示啦。我覺得鄧兆堅小學咧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咯，即係佢可以俾唔同嘅小朋友無論你精英唔精英，都可以去接觸即係你自己中意嘅嘢。啊，咁學校嘅工作坊咧真係好完善，學校嘅工作坊幫我哋好多。佢除咗係可能教我哋點樣處理小朋友之間嘅情緒問題，家長嘅情緒佢都唔會忽略嘅喎。而且啲工作坊咧，佢會令到我哋家長會一齊可以有一個空間學識分享。咁呢一樣嘢，所有家長就會一齊合群，同埋會變咗更加會有一個正向嘅能力啦。今天很開心來到東華三院鄧兆堅小學，一入來學校我已經感覺到他們很重視場景上的學習，甚至讓小朋友多元的發展。試想一下，小學怎會有架飛機在這裡讓小朋友在這裡學習怎樣做一個飛機師呢？除此之外亦都見到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和方法讓小朋友多元發展，甚至乎讓他們自主探索。第二樣嘢咧，同校長傾偈嘅時候咧，佢都好希望呢個小朋友咧，唔係單單喺校園，甚至屯門區，好想咧佢哋走出去國際，令到佢哋參加好多唔同嘅比賽，讓佢哋多探索、多了解，亦都明白到咧，原來一個咧社會共融嘅一個概念嘅。第三樣嘢咧，我都感受到咧，依度咧好重視咧家長同學校之間嘅聯繫同埋互動。試諗下，作為一個小學嘅學生，佢哋一定會喺學習上遇到好多問題同挑戰。但如果可以透過家長同學校之間嘅互動啦，了解彼此，我相信對小朋友學習會提升大大效能嘅。咁所以今日咧，你如果要問我咧，總結嘅三樣嘢：第一，自主嘅探索；第二，多元嘅學習；第三，家校嘅合作。希望依三個小貼士幫到你選擇學校啦～